河北元成实业集团，一个以人为本奉献社会的梦想，一个民族工业复兴的伟大梦想，一个产业报国科技强国的梦想。在激情迸发的时代里，成为城市梦想的最强音。产品就是人品，诚信就是生命。1996年，怀抱着创业的梦想，时任沧州市郊区经协物资公司总经理的张振国毅然辞去了总经理的职务，创建了沧州汇恒金属公司，注册资金为3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销无缝钢管业务。经过2年的艰苦奋斗，张振国注册成立了沧州市元成金属工贸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河北元成实业有限公司。经过14载的风风雨雨，在张振国的带领下，元成人倾力打造企业软环境，持续打造元成实业集团精英团队，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元成实业逐渐成长为一个注册资本6000万元、总资产达到6.7亿元的大型集团化企业。期至2010年，元成实业集团投资入股兴建6个企业：河北元成实业有限公司、河北奥兰德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廊坊申达商贸有限公司、河北东泰兴钢管有限公司、烟台申达商贸有限公司、沧州市新光钢管防腐有限公司。公司冠名元成，寓意开创新纪元，成就你我他。元成实业集团坚信领先的技术、完善的生产检验设备是一个企业长久生存的重要保证。元成实业公司拥有双面埋弧焊螺旋钢管生产线6条，可生产规格第219毫米到第3600毫米，壁厚5到25毫米，年产量可达30万吨。奥兰德钢管制造有限公司采用国内先进生产技术，生产 SSAW 直缝埋弧焊钢管，规格第325到1422毫米，壁厚8到80毫米，年产量30万吨。公司年销售无缝产品8万吨。元成实业集团投资入股的防腐保温公司专业从事钢管保温、防腐工程施工、防腐材料研究开发制造的专业化工程公司，年生产能力达800万平方米。钢管生产线配备了在线自动超声波检测系统、自动超声波板身检测系统、离线全管体自动检测系统、净水压试验机、实时射线检测系统、管端 X 射线拍排装置、称重装置等检测设备，保证每个生产环节与检验同步，全面实行生产自动化、操作规范化、管理科学化，使元成实业集团的产品品质不断提高，受到了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以人为本，用户至上，专业生产，技术创新。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元成实业集团不断挖掘潜力，以一流的技术、卓越的品质、高效的管理，为广大客户提供全过程、全方位、全身心的服务。元成实业集团拥有完备的组织机构，从董事长到生产车间，5级管理架构，实现了企业高效、专业、职能化的管理模式。元成实业集团从上而下身体力行，全面贯彻执行力。在元成集团董事长张振国的带领下，元成人脚踏实地，从每一根钢管做起，
从每一个客户做起，袁成人以客户为尊，不仅供应优质产品，更有完善的服务做后盾，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袁成人一力执行，袁成实业长盛不衰。每一次的掌声都是对袁成实业的一种激励，每一个证书都是对袁成实业的一种肯定。过去见证未来，一个个的资质与荣誉都是袁成人用心用力用情在每一个项目辛勤耕耘的最好见证。袁成实业集团先后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SSL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API Q1 质量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物资入网企业资质审查认证、客户信用等级证书、全国首合同重信用企业证书、中国产品质量信息网质量信誉保证单位、河北省信用良好企业、中国市场产品质量用户满意首选品牌、河北省工业污染治理达标企业、中国质量跟踪重点保护产品、国家标准合格单位、全国质量稳定信誉保证企业、中国名牌事业促进会会员单位等多项荣誉。袁成实业集团热心公益事业，历次向汶川地震投资办学、投资修路等进行公益捐助。袁成实业集团参与工程，国电供热工程、广东大学城工程、文登热电厂工程、滨州电厂新沂热力工程、文登市集体取暖工程、安徽绩溪水电站工程、广东茂名横纲80万吨棒材工程、阿尔及利亚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青岛钢铁公司技改、中冶集团缅甸芷江员外等工程。以质量取信客户，以科技满足市场，始终把握市场，全力服务社会，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打造民族工业的世界品牌。开创新纪元，成就你我他。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袁成实业坚持自主创新，勇于突破，致力于建设低碳经济，为繁荣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而做出自己的贡献。河北袁成实业集团，开创新纪元，成就你我他。